开始煎牛排，先对吧？开始煎牛排。那您跟这边这个有一条煎串牛排有多少吗？哇，这次有以豪为了我们这个，以豪这次为了拍这个戏，这个做了很多的训练跟提升，对不对？对，太闲了吧？不会，相信我。我已经到了是一个人家可以相信。偷瞄一下，对，时不时偷瞄一下我们的主厨。所以你平常的厨艺就是想当然也是一个。还好的状态，希望自己也可以好好做出一道菜，但平常可能在家只有煎荷包蛋这样。分手应该可以吧？那肯定说法国菜不能分手。看肉的部分。今天用那个热眼。热眼。对。高级的眼。所以大概就是3分到5分。麻烦你不要浪费食材。2块起吗？对，2块起。啊，看前面。多点盐。看一下上面，对，好来，好，大家麻烦就这个自由取景，然后大主要跟生产牛排煎多久？要看它表面有没有煎到脆。这是为了拍这个戏，这个让自己也训练做这个大牛排的人。其实很紧张，看不出来吧？不会啊，看你非常的成熟的感觉。来，你要看一下哦，好，那我们以豪就快速的从这边扫到那边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左边，来，交掉，哎，交掉，好，先看一下菜，好，来，中间，中间，好，要交，中间，中间要这个吗？哎，方便，过了，来不及啊，5分了，都变5分了，6分了，好啊，吵啊。大概2到3分钟，我刚煎比较久，我慢煎。好，对，放进去，对，我们要有我们的坚持，有你的坚持。